你阿爹學嘅少林拳根基唔錯，唔會輸俾高星。可惜女子天生嘅體質就同男子唔一樣，久戰必敗。我所創嘅呢一套拳法係以柔制剛，以弱御強。佢個特色就係近距離攻擊。當雙方面對面中線成一直線嘅時候，距離係最短，最容易受力。中線就好重要，一定要防好自己嘅中線，攻擊對方嘅中線，配合馬步靈活變化，控制進退發力嘅時間，可以產生以快打慢、借力打力嘅效果。而家師傅教你小念頭，小念頭係基本拳，準確掌握中線距離發力嘅方法基礎。念頭是心思，是想法，从小见大，观微知著。练习的时候静心专心，排除杂念。寻桥是寻找桥手的意思，亦都是截击敌人进攻的手法，重点是射力和借力打力，以最直接的路线和最快速的方法去消减敌人进攻的力量。磅手要放松，切记不可以推定，要配合马步，低磅手是外力防守，因此这个手法要够硬朗，手掌和手臂要成一直线，当接触对方之后要即刻放松。标志是一种进攻的手法，长桥发力，打手消手，消打同时，这套拳没有一定的招式，在于你应用时的灵活变化。你要记住这几句口诀：内流去送，甩手直冲，打手消手，追身莫追手。内流去送的意思是说不可以同佢硬碰，亦都不可以同佢斗力，要借对方的力加上自己力，顺势将他拉过来或者送他出去。甩手直冲就是近距离搏击的时候，当你没有时间思考，就要靠自己的直觉。当你感觉对方没有手阻挡的时候，就马上冲拳攻击对方。打手消手，消打同时就是以攻击为首，攻击就是最佳的防守。追身或追手就是要抢先中线的位置，身就是中线的位置。这个什么字啊？一咯。嗯，错，一在肚上。这个王字三七是几多？二十一。嗯，是十。师傅，你戏弄我。我记得明代慧宗大师讲过一个故事，他人是有智慧的，同埋要用唔同嘅角度去睇同樣嘅一件事，所以人呢必須要善待自己腦袋，尤其是喺作戰嘅時候。刺手係我呢一套拳嘅獨特練習方法，佢冇固定嘅形式，最主要係為咗練習反應同埋感覺，搶佔位置嘅優勢，攻守過程中迫使對方出現空缺，掌握快速攻擊嘅機會。所以你要勤加练习直觉本能的反应，先至能够发挥到得心应手。最好是可以同不同的对手练习，适应变化万千的感觉。不要玩了，去帮手啦！嚟啦！哇！等我嚟，安全第一咯。客官慢行啊，嘿，鸡叔，你嚟咗，同我过两招，又过两招，佢哋唔肯同我玩啊，咁唔得唔得唔得，嘿，真系唔得啊，诶唔得唔得唔得，诶永春，我嚟陪你玩好唔好啊？好啊，哎，同我过两招啊，嚟！好啊，你要小心啊！犀利咧，傻女嚟，阿爹让你咋？
我唔会让你嘅。两位啊，准备开始啦！唔使讲啦，早啲翻去，早啲洞房啊嘛！诶，等阵，我有一个斯文啲嘅比武方法。做咩要画个圈啊？就喺呢个圈度打，双方互攻三招，出圈者输。娘子，圈够细够亲密，我中意啊！好，咁我就唔客气啦。高升呢个人卑鄙下流，如果你预先知道佢攻你边一个位置嘅话，咁就可以抢占先机，攻其不备。圈内系我话事，咁而家你肯算数啦。